索韩台北报道，许寒光日前发行新专辑《爱爱》，宣布将在三月办新歌音乐会。他历经近二个月走访各大电台知名 DJ， 如蔡诗平、林书伟、吴淡如、郭靖、艾欣等前辈。不过最特别的就是遇见 LULU 黄璐姿颖，两人首度碰面，许寒光才一开口 LULU 女主角壁咚，没想到他竟傻问身旁工作人员壁咚要有什么反应，事后才害羞解释跟女主角私下认识，其实没有太尴尬。许寒光又和 LULU 左相见欢，中子音乐提供许寒光三月将办音乐会，中子音乐提供许寒光又被女主角壁咚，中子音乐提供